为什么十二生肖里没有猫？树猫多可爱呀！有人调侃，因为把该得罪的都得罪了，而民间传说是被老鼠算计了。玉帝召开十二生肖选拔大会，昼伏夜出的猫让好兄弟老鼠白天叫醒他，但老鼠背叛了猫，还第一个到天庭。等猫醒了，十二生肖也选拔完了，从此猫和老鼠不共戴天。有人说猫是老虎的老师，俺不屑于和学生同台竞技。而且老虎也算霸气的大猫，十二生肖没必要有俩猫。其实最靠谱的说法是中国当时没猫，我国先秦时就有了十二生肖，当时还没传入国内。家养猫起源埃及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，十二生肖就有猫哟。不过有没有可能咱都间接属猫啊？Thank you.